在本视频中，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如何在 DeFiYo 网站注册并购买 Split 许可证。首先进入 DeFiYo 网站，在窗口右上角您会看到三 up 按钮，请点击来进行注册。 Smart Pass 注册窗口将打开，这就是进行注册的系统。请填写所有必要的字段，包括电子邮件、密码、确认密码、名、姓，还有您现在的居住国家。填写完毕后，您还需要同意使用条款。请仔细阅读使用条款，并勾选屏幕右侧的三个复选框。请注意使用条款上方注明的推荐人的名字。如果该名字与您推荐人的名字不一致，那么请让他向您发送最新的推荐链接。注册时请输入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还建议您将密码写在纸上，并在安全的地方妥善保存，以免失去对账户的访问权限。填写后请点击 Sign Up 按钮。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您会在屏幕上看到注册成功的通知，并且这时需要您确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要确认电子邮件地址，请进入您之前的指定的邮箱，并查找来自 Smart Team 的电子邮件。如果在收件箱里没有我们的邮件，请在垃圾箱中查找邮件，点击该信件中的 Confirm Email 按钮。成功了，你已经成功在 Smart Pass 上注册了。接下来可以点击 Go to DeFiYo 按钮，进入 DeFiYo 网站。首先进入 DeFiYo 网站，在其右上角点击 Sign In 按钮来登录。网站的操作板将打开，向下滑动，您会到 Split License 部分，在其中可以看到可供购买的许可证的列表。选择一个合适的许可证，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需要选择付款方式，选择 Ultima， 选中复选框同意条款，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在新弹出的窗口中将显示 Ultima 硬币的金额和转账的地址，该地址还会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以便用手机进行支付。要进行付款，请将所需的金额转到指定的钱包地址，请确认输入与屏幕上显示金额相同的金额，并稍作等待，等到收到付款成功的通知。现在我们要将许可证激活，请打开 My Licenses 窗口，并找到已购买的许可证，并点击 Activate 激活按钮。如果您想查看激活的历史记录，请转到 Activation History 选项卡。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